我们都在努力奔跑啊，就位第一分，哇哇，那不是一样，是不是？那个一样的，这个你完成线上跑了，嗯，是不是？嗯，这边前面是厦门的，对，背书一般来讲就是我很注意前路玻璃。第一个就是要明白马拉松这是个全民健身运动，就是还是要以那个安全第一为主，对，对，以自己的那个能力，该放弃就放弃，该放弃就放弃。十六个字，应该持之以恒。嗯。第二个循序渐进，劳逸有条，保养有方。